Hello， 我是 Fiona， 是这次的 Image Designer。溥仪这次的 MV 都是会走跳舞，然后比较狂野的路线，所以设计我们有特地设计一些衣服。第一套的特点就是那个红色的话就这次非常的性感，而且是有点高叉的，就是副蕾丝，你们看就会知道。Hey guys, I'm GoFish, Malaysia's biggest DJ and the one and only Malaysian that played in Tomorrowland and Ultra. And I'm the producer for Memory with Miss Puyi. I think collaborating with Miss Puyi was a surprise to me. But along the way when I met her, you know, we connected and I feel that it was a really good connection. And for music,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you know. I know Miss Puyi from Instagram and my friends forwarded me her photos on WhatsApp. Yeah, but when I met her in real life, it's a total different experience. She's such a sweet person. She's such a nice person to talk to and yeah, the communication and we bonded made perfect sense for us to make a song together. For Memory, I think the vibes is a hot, sexy, you know, for ladies to bring their inner devil out. I think it's all about woman power. With Memory, I think that, yeah, makes you want to dance, makes you strong. For 那个 car park scene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车放在中间，然后我们也放一些 LED 在旁边，加了水过后呢，其实就让整个画面就比较好看哦，就没有那么的 dry， 没有那么的 boring 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用一些那个车灯的 highlight 哦。因为毕竟车灯开了灯，它的灯也是让我们的画面增加一点东西。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是 Miss Puyi 的经纪人。也是因为我之前是 manage 名字嘛，然后也接触过，就在这行其实也是算蛮多年了的。然后我觉得就是 Miss Puyi 跟其他红人有什么差别，是他很 willing to break boundaries。所以大致上在 manage 他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觉得讲说，哎，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大胆、很创新，我们可以很好玩。Puyi 呢，其实他是一个对他的自己的那个个人风格会非常的清楚，他自己要怎样把他自己带出来。其实就很多人可能会给我点意见，就讲说，哎，可以不可以不要露那么多，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性感？可是，在我的观点，其实他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改变他的个人风格？为什么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可能性感啊做到 another level？ 就比如讲说这次的 MV， 它是性感 ，but it's not cheap， it is quality sexy。其实我们的筹备时间很短。因为之前我们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就把整个 production house 换掉，所以我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谢谢 On Air Entertainment， 他们在两三个礼拜的那个筹备时间，把这支 MV 生出来，而且生得很漂亮， everything is so on point，
and it's perfect. 这一次我们想 break the record 就是 the first MV 可能在马来西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 YouTube 圈有一个 influencer 网红然后在水上跳舞，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舞蹈，我觉得是蛮 record breaking 的。Hello， 我是 Crystal， 我今天以不一样的身份出现，就是 choreographer 的身份出现。其中一个爆点就是男生哦，男生加入进来，哎，尝试看看我的舞步有没有什么突破，就是可以让整个 MV 可以更好、更精彩。因为毕竟我想的东西就是在马来西亚比较少数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第一次的那个经验嘛，我觉得特别的刺激，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整个人就很火热，而且他也是我们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真的这个非常性感的这个博主之一。With this opportunity, also we all can like express ourselves to much like free ourselves and enjoy this music video. Yeah. 重点是好玩。Yeah. 是第一次经验。Nice. 敬请期待哦。很冷，那个水太冷了，然后一直进眼睛。然后就很干，我 lens 是要掉。是我们两个试过以来练习过后 muscle 痛最严重的一次，然后再加上冷拍摄的时候，所以就非常紧绷。不过其实还蛮好玩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没有试过有试过做水的，所以很好玩。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Pui。今次我喺度拍紧我自己 MV， 亦都系我第一个单曲。我觉得好好玩啦 ，and then 系第一次嘅体验啦，好多嘢都系自己嘅 first time。比如讲系攞个蛇啊放喺我自己身上，因为我系冇喐过蛇嘅。今次系两只蛇放喺我身上啦 ，and then 都系第一次喺水上跳舞 ，which is a very fresh idea， 我都冇试过，亦都系冇试过同男仔一起跳舞，一次就跳几个添，我觉得自己好滥交。因为其实咧，我系好中意 big round。或者係 try new original content ideas 嘅一個人啦，所以俾我嚟講嘅話，今次嘅單選我係出咗咁多嘅第一次都冇人做過，比如講係男仔著到咁少步嚟跳舞，或者男女一齊咁跳啊咁樣，即係幼兒人好似成日食咗我咁嘅樣咧，同埋啲嘢，我係覺得係一個 Malaysia culture 嘅一個 development 啦，咁亦都係俾大家睇下，其實我哋 Malaysia 都有好多 talented 嘅 artist 啊，或者係一啲 dancers 啊，啲 production 咁樣嘅嘢。So, 我是非常非常之期待俾你哋睇呢次嘅作品。我唔知點解嗰個 production 嘅嗰個 idea 佢嘅靈感係咪應該係覺得我個樣子生到水性楊花，所以俾我呢個 memory。但係嘅歌詞咧，的確係好似我 dating 嘅 life 咁樣嘅。我是冇同佢合作過噶啦，今次是第一次合作。咁佢係一個好有天分嘅一個 music composer 同 music producer， 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但係我覺得我自己都會俾我自己一啲 credit 啦。OK， 呢個金馬獎我都有份嘅，我切開一半 OK， 因為呢啲咁嘅 idea 咧，同埋呢啲咁嘅跳舞嘅啲 concept 都係我諗嘅。OK， 放我個名，提名人選係我。我覺得今天最大最大的一個 challenge 俾我咧，係我一定要讚聲我自己，所以我都係要 break through 啦。點解咁講咧？平時我見到嗰啲女仔同埋今日啲女仔咧，都比較 OK 啲嘅，即係我平時都行出嚟定啊，好似愛人老公嗰啲咁樣啦。但係今次個男仔係咪係直頭好鬼死又硬，又硬到好似兩把冚鼻屎咁，你知冇？哇，流曬口水，好鬼死嗰個姣到啊！真係我冇見過潘金蓮潘到咁潘嘅，所以今次我一定係有一個最大嘅 challenge 就係、是。我作為一個女仔，我要幫女仔增光一下，我要俾佢哋知咩叫女人的魅力。咁我就係好感謝你哋啦，因為我都知道其實咁少嘅時間，大家都可以做咗咁靚嘅嘢出嚟。咧，我哋知道呢個作品咧會俾好多很多人睇，尤其是新一代啊，或者係啲年輕人啊，或者有啲好想跟自己夢想嘅人啊，或者係一啲男仔好似 cross dress 啊，好似 LGBT 或者係呢啲大膽去釋放自己嘅人，我哋都好想俾你哋睇到嘅。所以唔止係我粉絲，或者唔係我粉絲嘅，我希望你哋都會多多支持呢個 MV 去睇啦，因為大家都係用咗好多時間，然後全部人都係好落力咁跳。我哋由朝頭早六點半跳到半夜都有，而家就濕曬，成個喺度濕濕立立，我講嘢都可以窒窒地咁樣。所以大家可以睇啦，因為大家都真係放咗好多時間、好多心機去做呢個歌啦，同埋呢個 MV 嘅。請大家多多支持 Miss Pui 的個人單曲，請期待 Miss Pui 的第一支個人單曲。Go watch the video now。請大家多多支持 Miss Pui 的個人單曲，記得留守 Miss Pui 的個人單曲，可以敬請期待，真的敬請期待。Stay tuned。
Go watch it.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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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希望你哋會期待我自己出嘅 Memory First Single 會喺呢個情人節出啊！有拍拖未拍拖、單身狗或者係有男朋友或者即想結婚或者係即想分手或者即刻離婚嗰啲都要睇啊！唔該曬，拜。